君王并非因为失去民心才失去天下，有时候君王是因为失去天下才失去民心。殿下，我真不会改变心意了。用你的剑刺过来吧。就算你击退王军，携我回京，我坐上那个位置，我依旧不会放过你孤家满门。最后的话并非出自真心，我会叫陛下善待你的妻儿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一定不会放